就是真的是走路就有风，台客直接变欧巴，头戴超大，怎么样？你看多大，这么大，帽子很大，他帽子就是真的啦，里面还有一层。今年非常流行格纹的衣服 ，CP 值真的超高。首先，我要跟大家介绍第一款大衣外套，我看看大帽子的设计，给大家看一下侧面，它侧面其实就是可以扣起来。它这个今年非常流行，就是它算是有点偏对称型的风衣外套，而且它是军绿色，真的很好搭。它呢很方便，就是用扣子，这也是直筒扣，你看这样扣起来，你看它的长度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它有另外一个颜色是黑色，它有 M、L、XL 三个 size。这个外套呢 CP 值非常高，它是内铺棉的，然后里面你们看到它这个材质非常好，羊羔毛那一类的滑面的，超好看。真的超流行这种大帽子，这边呢有做一些设计，这个衣服其实衔接有点科技感加时装，这里有做一点小弱肩，你们看到它是过膝，台客直接变欧巴，口袋超深，东西完全不会掉。后面这边有做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收腰的，那它这是设计版型，所以它穿起来非常好看。大衣，这个超好看，你们看这是什么材质？它算是有点羊毛压缩棉，这是过膝盖的衣服，口袋很大。然后呢，它是做双排扣，你要这里扣，你要这里扣，都 OK。这件 CP 值真的超高，版型非常的大，这种外套直接披着也很好。这个女生穿其实 OK。我来穿黑色给大家看，黑色是最安全，然后它也是最好看的颜色，非常的好看。我想它就是穿起来就是真的是走路就有风。卡其色，卡其色真的是很绅士，搭配小高领，它完完全全就是单居酒店的吧。今年非常流行的版型。斗篷式的外套，它也是有 S、M、L 三种尺寸。这个呢，就是所谓的绑带。今年真的超流行这个，这个外套真的超好看，口袋超大，怎么样？看多大，这么大。然后外面就是有一点点是羊毛的材质，来绿色，它这里的收线是有点做外，故意外露。弱肩型的西装格纹外套，它就是有一点点故意做宽肩的，它就是要做这样松松的。它里面很酷，它是做这种杂志封面的那种内衣。今年非常流行格纹的衣服，这件算是格纹的，它这个细节做很好，里面还有一层，这也是一个大口袋，也是到膝盖哦，这个比例就蛮好看的。这里呢有做一个大翻领 ，size 呢就是有 S 到 2XL， 这个呢它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手袖是做小短版；第二，毛呢材质；第三，这个可以拿掉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西装外套的概念，帽子很大。它帽子就是真的啦，卡其色，它这边特别做比较大，然后这边还有做一点内缩，然后口袋超大。对，这个呢 CP 值很高，它一样就是在膝盖这边，然后这个全部都是合成的毛，这里有做一个这样子小小的开口，口袋也超大的，口袋不用怕东西掉出去。然后呢，这边里面有一个暗袋，我觉得很棒，它就是有一点点像是浴袍啊，你看它这里还做了一点小弧形，但其他版型是非常好看。